家经常去的韩国餐厅。下个星期还有两个期末考试，然后我们已经考完了三个、四个。我考了四个。那我就考了五个。下星期还有两个 final， 一个 paper。是我们在东京的最后一天，因为明天就要回国了。今天有好多行程，比如说我们要先去一下药妆店，然后要去买一点纪念品，然后要去拔草一家一直很想吃但是没有时间去的 brunch。 然后还要去拿一下去韩国的签证。还是挺多行程的，忙碌的一天。拜拜。这个天台是我们每天上课的必经之路。啊，今天阳光好好。
他休想我看。